那你们两个现在怎么打算啊？和小峰他呢？小峰啊，那小子倒是挺机灵的。我听说他提前找了软件公司投了简历，招了下家了。我和老崔都商量好了，他回他家乡分厂，我也不想待了，大不了去豪哥那儿打工呗。你不是不能弹吉他了吗？那我也能端盘子啊。我早就不想在电台待了。虽然老贺嘴上不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其实心里很难过。毕竟大家帮是他一手做出来的，现在也算是在他手里结束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，也就老贺当回事儿。因为这个事还提前退休了，傻帽嘛是吗？说，哎，行了，我不该误会他，我改天找个时间把大家叫出来，给他补个散伙饭不行？啊，欢送会，欢送会，给他赔礼道歉。